여기요. 김비 형. 이 나가 리 走了 다주야. 아. 过来. 맨아라. 我가 기타를 하와. 여기요. 你把耳骨干枯行。耳骨干枯。是啊。拄则看你刚要跋倒啊，想袂到你的脚手遐尔扭捏，一点仔代志拢无。我感觉有过功夫，应该是，只是你家己都放袂记啊。过去代志，你敢真是一点仔拢想袂起来？我想袂起来，我真是拢想袂起来啊！你莫艰苦啊，偷偷想啊。我足惊，我足惊，我永远都想袂起我是啥物人。我嘛足惊，我永远都找袂着我的亲人。如瑶，你放心，在你还袂找着你的亲人之前，你就把铁布衫当作你的厝，把阮家所有人当作你的亲人。金彪兄，铁布衫内底的人，你对我是上佳好的。要唔过讲安怎讲，我是一个外人，我袂当拖累你。讲什么拖累啦？大家拢是出国人，互相照顾是应该啊。金伯兄，我想要去庙里拜拜求签，看神明是哪保庇我，让我恢复记忆。你是不是愿意陪我去？好啊。你来了。哦。这个所在，我是不是来过啊？土地公，请你保庇杜瑶，我会较早恢复地理。甲伊亲人团圆，我且清明之时，互伊厝内面人知影讲，伊伫铁布衫，感谢神明。我比较有定，看卖者，咱要做一起。我，哎，什么人遐无礼貌啊？你杯哪会使咱扛？哎，咱要做一起。啊，唔免啦，我留伫遮就好啊。好，我随便来。十里外的山坡起面，我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哪会知鸟一条花？是安怎我看到笑花，我心肝头就扑扑彩？无定着写这张批的人，会当甲我讲，我是啥物人？杜瑶，哪会使当？奇怪，等下，杜瑶。屁。
够可怜。飞了野手，应该是木掉。生气才敢胡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姑娘，那你在问我？你应该真清楚，唔才对。我。你该讲。任务失败，你也付出什么代价？任务？什么任务？你个电视？我无啊，我真心不知你在讲啥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不是八卦？你做多一道的，你家己不知影。我不知影，我失去记忆啊。我即马什么都唔知影。你失去记忆？不，已经几啊天啊，我一直想不起来，我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若失去记忆，哪会知影要去庙提这张批？我是去庙里拜拜，求神明指点我，所以看到这张批，我想讲是神明伊指点我来这的。看爷爷，无想你讲白菜。你敢真是不知我什么人？你是？你这卖处境真危险。我有危险？为什么呢？我坦白跟你讲，有人要杀你，你想我赶紧回去，我阁会去找你。也唔过，咱两人见面的代志，袂使甲任何人讲。啊，若无，你真紧就杀身自好。玉州无去，哎呀，我假准伊一人先转来咧，伊唔是甲你做阵，安怎会走无去？我陪伊去拜拜啊，后来我去后殿行一下，反头就无看迄人啊。我早就怀疑这个查某囡仔，伊失去记忆啊，这是假的。你若是个心，你就无看迄人啊，无一定伊即摆走去搬屋啊，别过，派人来你抓人，小老爷。袂啦，袂！恁人聪明一时，糊涂一时。你有若捌做过头兄啦，无怪啦，无怪你大细人拢分袂清楚，过分济济安尼四散去啦。小老爷，为怎需要安尼讲？你安尼会拍歹兄弟感情啊？我是为了咱铁布衫，所以我将歹听话讲是真情啦。说就是应该的，但无你安尼规工疑神疑鬼，无证据就来怀疑人。讲路也细数，安尼刚好。我并无怀疑金彪，我是咧替咱铁布衫兄弟设想。小老爷，你要我讲几遍，路玉绝对不是细数。万一若是呢，无一定伊即摆已经叫官兵来咧抓咱啊。为了咱铁布衫兄弟这安全，这个责任谁敢担？我担，我担敢会？金彪，路也走无去啊，你才甲小老爷大细声嘛无。紧把人带倒来，较要紧。我即马随去。小老爷，陈亮，你是铁布衫的头兄，见代志你另外好好处理。我已经处理啊，你敢无看到？放心，这件代志我有掌握。我知你甲金彪两个人兄弟感情真好。用过为了咱铁布衫的这兄弟安全，你嘛袂用得放我过。哎，小老爷，阿喜咯。哦，哎，金龙呀。红辉，我交代你的代志，你处理好未？什么代志啊？哦，你讲甲金锁送予陈家人迄件代志哦？我处理好啊！你无看对我好转来？文瑞，
认真处理了安怎？即马拄要去啊！哦，七早八早，你著敢那冒饼鬼冒兄，你是要阿惊死哦？无我莫来嘛。当然。来。安怎啦？哦，你这只唔正经，你也正假生啦嘿！你明明是铁宝山的人，你竟然敢骗我，你也真大胆嘞！你哪会知呀？我哪会？哦，喂，你当作我张飞鸿是啥物人？我直接开店，我上无毛淡薄的势力。我店的所有人客拢亲像我的目睭同款，我哪有可能唔知？哎呦，姐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无需要自我介绍，非得让你知影。我即摆跟你讲啊，这毋是浪费你的时间。好，那安尼我问你，你是毋是超工来跟我熟识？今仔日你都要坦坦白白跟我讲，伊若无你免想要好口好手，甲我行出去。啊，姐啊，大指头啊，你莫遐歹啦，头家娘。阮铁宝山拢是兴业仗义的英雄好汉呢。什么英雄好汉？明明就是山贼土匪嘛！哎，即马官府四界大告是要抓人嘞，那是甲你有关系的人叫做衰人。你乃安尼讲啦，你会当实现我吼，即嘛是你的功名啊！哎呦，凭你这种叫嚣叫做英雄好汉，啊无咱来笑问一下，你伫铁宝山你是排第几哈？我伫个铁宝山是排第几无重要啊，也唔过吼。你若听到我的外号吼，你就开始怨叹啦，怨叹你有眼不识泰山啦。吼，那安尼，咱借问一下吼，这个大劫是要安怎称呼？好啊，你脚尾算好在，目睭八号金，耳孔鸟好来，我就是替天行道、独步安良的大劫蒙着天。王文辉是啊，当你这班呢有成望到天哦、喔，我看吼、喔、你连阮厝尾顶你都望袂到。我敢需要踮你遮顶功夫顶威风哦、喔？望，暂时是望无啦。要唔过哦，你家老去袂要紧啦。我一个大劫，敢会甲你一个女子计较？唉，我今仔日来哦，是要报一个好赚的，吼，生意给你做呢。什么好赚的？轻松赚，免劳肝。哦，轻松赚的代志，你会报我赚哦？你敢无听到？官府一批金啊，去用抢去啊！我当然冇捌听过，迄摊本来我的呢。啊？哈啥？就是许个你报的，你当作我唔知影。紧讲啦！来啦！你看啦，这一地遮尔大地，而且顶头阁有官府的飘头，啊，单位是要哪用啦？啊，是讲你着人头较熟哦，所以我想讲。叫我甲恁这囡仔处理掉，通我换做银票、银两，也是铜钱，拢会用的，好用就好啊嘛。哦，那安尼我的利顺，你拍算要打偌济给我？一声。准去啊！阿姊，什么代志？去报官，你得甲讲吼。两声。这有一个岩头岩面的贼啦。三声。已经去学阿弟阿弟啊，即马免去啊。姐啊，安尼敢需要去报官？安尼啊，这尔啊戆啊，啊都无代志啊，要报什么官啦？去做代志啦，紧去啊！好啦好啦，紧去紧去啊！是讲大指头啊，这三声我转去足歹交代呢。哼。啊！你未来唔太啦，我张飞鸿的生理门吼也无欠你一摊。啊！三声都三声。
这路哟，咱走去倒位啦？桂英，你定甲我斗阵呢？我现在公司敢袂赴哦，也出代志啦。阿兄，你唔免紧张啦，我即马咪替你斗阵啊。阿兄，老实甲我讲，你是不是介意路哟？你是黑白讲啥啦？迄是因为我欠伊一份情啊。是温情还是感情啊？桂英。阿兄，你以前跟我讲爱面对家己的感情，今麦话我苛刻你啊，爱面对家己的感情。你若是介意旅游，就爱跟伊讲啊。我即摆人不知去倒位啊，讲这要创啥？阿兄，唔免找啊啦，伊人伫遮。杜桥。金彪，杜桥，杜桥，你是走对啊？歹势啊，我以为只是欢喜，唔知。阿兄，杜桥，若是知影你这么烦恼伊，一定会真感动的。杜桥，你讲是唔是啊？金彪兄，失礼啦。我走的时阵无甲你讲一声，你一定找我真久啊吼！袂啦。什么袂啊？瑞友，我甲你讲哦，我阿兄哦一路找转来，找到神功会道。小老爷哦，我今日是了白啊，你甲官兵引来，差点哦，我阿兄冤起来啊。阿兄，代志就是安尼啊，你有啥物好歹势的？瑞友，我甲你讲哦，我阿兄这世人哦。新官来，敢那什么兄弟，什么情谊，伊是头一届对一个查甫囡仔这样好哦。可以，可以，你讲煞咧啊。好，人已经转来，才无你的代志。是，嫌我定地哦。好啦，你豆豆讲，我先来转去啊。如瑶，我先来转去啊。迄个杀手，你敢确定就是迄个查某囡仔？看这办事，替咱办代志人应该是无对。既然安尼，你先也无甲问好清楚，伊摕着咱的银两，算免做代志是？伊连家己是甚物人都袂记啊，但失去记忆的人是咩替咱办代志啊？连家己是啥都唔知影，这边哪有可能？你莫去用好奇。这个世间。有在条好活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已经死啊，一个还袂出世啊。放心啦，即摆烦恼人是伊，毋是咱。安家良，你的心肝内是搁在想啥？伊的功夫我已经试过啊，假使伊若能乖乖听咱的命令办代志，咱就会省真侪困难。既然安尼，谁让你无将伊带倒来？紧事看办。虽然讲伊即摆失去记忆，啊，不过伊的警戒心阁真强。我即摆伫做个讲啥，伊嘛无一定会相信。无唔对，虽然你即摆是伫放长线钓大鱼，啊，不过若是去让伊走去，你是要去倒位掠到？放心啦，我机关早就绑好啊啦，我保证。伊绝对会乖乖啊，等我去找伊。啊，是你较厉害。好啊，咱就先休困一下。好啊，休息休息。你要创啥？只要恁个箱仔内底不义之财捞出来，阮就要伤害恁个性命。大胆！恁是啥物人？连总兵大人的官员，恁也敢抢？阮是铁宝山的人，恁应该听过吼。若是想要换命，门甲老的，紧走！
就是千秋浪子。我唔对，你身在公门，应该比我更加清楚九三湾的所作所为。只要你个官印留落来，我绝对袂为难你。有听到无？就算我硬想要反抗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小蛋呢？人间几只原因，做九三湾的糟糕，替伊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田秋龙主，田秋龙主，阮阿娘受过你的恩情，我唔敢放袂记。对啦对啦，我嘛受过铁波山的帮助。既然恁拢受过阮铁波山的恩情，你就去庙里拜拜，求菩萨保庇阮铁波山这群人，事事顺利，健康吃百里。龙辉，九三湾是一个真危险嘛？你今麦对你的想比，家己爱较细腻。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田秋龙主，多谢你。哦，不容易，真不容易，我等于一定搞不了你阿公，等我今日有拄着你，多谢。免之免之免之，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侠王朝天，恁会当看到我，算是恁福气。来，来，我咧避免铁布衫的人咧大细汉差得济啊。金兵兄，哎，杜桥，来，饮茶。好，多谢。我听讲，即个恁去接官员，遐官兵不但无反抗，而且佫叫恁来较细腻的，讲恁是大英雄，实在要甲恁握手，敢唔影？无许甲你讲的哈。嗯。即个就是爱碰碰个。也毋过我看伊讲到有影有食呢。有啦，啊，这嘛无啥，迄拢是因为秦良，伊坚持爱将这夹来不义之灾。分好遐三只人，都是因为夹是心肠，所以咱铁布衫才有遐好名声。当然啦、啊，秦良兄伊真了不起，也毋过我感觉你嘛是真英雄。若毋是有你斗三工，甲铁布衫才种下地，才能降心，嘛无得做这么大个代志啊。无啦，哎呦，阮只是一个练军的莽夫，敢来要相拍啦，冤家，这夹官银的代志哦，是我规个当做呀。女友，阿贤啊，你是一个大英雄，我什么都不是，甚至无都确定家己的身世。我是不是配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是不是有资格做你的朋友？女友，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兄弟。上要紧的是心心诚意交配，这个身份地位有啥物牵连呢？感情是啥呢？我这人嘴话较不晓讲啊，讲话较袂甜，兼过我也讲实在话。你，我安怎？你是我的恩人啊。除了阮小妹以外，你是我上接近的查某囡仔。我袂把种情形看你无依无靠，你受苦。我伫替你查出你的身份，找到你的亲人。金兵兄，多谢你。你讲的我拢了解，你的心意我嘛会当体会。也毋过万一，我是讲万一。我的过去是一个歹查某，就亲像我遐母讲，我家己拢唔知影，无定着我过去做足侪歹代志的，我嘛拢唔知影。万一我有一个阿爹，伊是山贼，也是我有兄弟，伊是伫朝廷做高官，也搁有万一我的过去。根本就无法度接受，那安尼是要安怎？妹，人的本性是白变的。就算讲你失去弟弟，看你今嘛嘛知影，
你过去嘛是一个真温柔、真体贴的好姑娘。金彪兄，我知影你即摆心内不安，你的烦恼。经过较早是较早，即摆是即摆。不管你过去是甚么款的人，我实在是即摆你，这印象会永远刻在我心内，袂改变。这拢是我的运量呢，铁宝、嘉良啊，恁两个甲我算看嘛。这几天我损失偌多运量，敢讲恁两个害我后半世人食饭交盐钱。大人，虽然讲这个咱损失未少，啊，不过咱赶快对百姓身上搞倒转来。哼，你讲话遐尼简单，搁安尼落去，总有一天会出代志啦。是啊。大人讲的无唔对，一直强逼百姓纳税，嘛唔是办法。总捕头，小心告一下哦，你唔知有啥物较好的方法，会当让大人失去温柔，拢讨倒转来。当然是为替宝山一定人下手，这几届经营财宝，拢是人劫走的，无要找因，是要找啥？安尼，搁请教一下，替宝山迄阵人，即马是伫倒位？你放心，我会派人四处搜查，我就唔相信伊会当白天正地。因当然是无法度白天正地啦。啊，不过总无头，你敢唔知即马外口偌济百姓咧围因？这种代志，总无头。你莫甲我讲，你唔知影即摆百姓伫外口流传两句嘴口溜是啥物件？多两句。大人，迄就歹听的啦。我是一歹势，在你面头前讲出来。讲。因咧讲，乌官、白官、一丁高官、无心官，阴山阴山，救人如山，替无山。你讲啥？大人，我头拄有讲啊，这是歹听的，而且这不是我讲，这是百姓讲，我爱生气啊！哼！啊，你甲想看卖，即卖遐个百姓这尼啊听伊，因哪有可能甲这个线索搁提供予咱？无论是同情还是暗谋，只要甲替宝山有牵连的人，拢是会感动，我一个拢袂放伊煞。莫讲大声话啦，总捕头。即摆暗号因的百姓有千千万万的，你是变哪里啊？就算讲有千千万万的，我着甲千千万万的拢甲关起来，一个一个解刑。死狗，看伊的骨头较硬，还是我的手段较惨？人客啊，您稍等一下吼，菜水来啊哈。顺义啊，俺都较紧呢。来啊来啊，米来哦！来来来，米来米来，吃米吃。来啊！将这间客栈全部围起，不准任何人出去。是。哎呦，宋波头大人呐、啊！你嘛唔通安尼，啊！阮这间店吼，拢规规矩矩伫咧做生意，啊！恁还着搁来扰乱阮的人客啦！大胆！今麦是咧甲小人讲话，我着爱问问你的话，竟然敢开嘴？哦。我问你，敢有看到替宝山的人伫遮出入？我在问你，还是无听着啥？够，够看到天波山的底下处理。是啊。嗯。伊在甲你讲话啦。哦，你是讲总捕头在甲我讲话啊？哎呦，总捕头啊，我唔知影讲话人是你啦。我是讲奇怪，啊哪会话甲大声细声？我叫是狗在吠咧。你讲啥？
你竟然骂我是狗！不，大人误会，他你是官，我是民，我哪会讲你是狗啦？啊，你若是狗的话，啊，唔就是狗官？哎呦，而且哦，大人啊，你生过这样尔斯文，袂输人嘞，哪有可能是狗啦？来啊！将这间客栈所有的人给我抓回去，我要一个一个问，我就不相信，伊不知道铁波山一定人下落。是。等下，大人啊，做代志都唔通伤全嘞。人伫咧讲，夜腿爱留三寸后，啊，若无后摆路头路尾相见，就真歹看。你即摆是咧危险我啥？啊，我要哪会假啦？我是要甲大人讲一下，假使你若要知影铁波山的消息，你问我就好啊，哪会得阁掠我的人客？你知影隐秘在什么所在 ？Go！ 哎呦，大人啊，我是足无胆的咧，尤其吼，你若是甲我的人客拍着惊，我的话吼会阁讲较袂出来哦。来啊，帮你照。是，呀，跟走。头家娘，你的人客即摆已经走啊，你是不是会当甲我讲，因到底秘在什么所在？哦，总捕头啊，你真足听哦，我敢若讲一摆尔，铁波山迄阵人哦，因即摆就是住伫个林道。蔡心，哎呦！大人啊，你唔通甲我生气啦！你若甲我生气哦，就甲我是同顶人啊，对无？你嘛替我小想一下，啊！你带甲一大阵人来，要掠也要拍，硬叫我讲铁波山伫咧倒啊！我都有影唔知影，无凊彩后白甲你讲一个所在咧，安尼你就生气落错，你我都无咧讨皮听过。你伫这款所在，开这么半两点啊？你无可能唔知影铁波山一定人的消息。哎呦，阿妈咧奇怪，啊我开这间嘛才唔正点啊尔，我哪有可能什么代志拢知影啦？啊，今次嘛是你咧做总捕头，我搁咧做总捕头。哎呦，像甲恁呐，带一阵人伫遐走来走去啦哈，啊月风照领，马照骑啦，一点啊土匪的影子都抓袂到啦。啊，再要问我这个软弱的女子，你看吊灯穿你这饭桶脚潲是要创啥？搁再讲呢，啊我一个查某囡仔人尔，哎呦，你嘛唔好安尼甲我欺负，你若是有一点仔良心吼，就去办正经代志啦。我一个小妹失踪几落工啊，啊嘛报案啊，红包嘛送啊，到即马一点仔消息都拢无啦。哎呦，恁敢甲人欺负阮这善良的老百姓哦？对不起。来啊，派人埋伏在客栈四周围，若是有看到可疑的人出现，还是头家娘甲铁波山的人有交集，随狗抓起来。是。头家娘，船头下下，大家小赌下着。后摆若我当着哦，我绝对甲你杀落去古井，死目睭唔捌看到这种高官才嚣掰。不用急啊，因是我咱是民的，啊你得罪因，安尼是好面苦啦。什么叫好面苦？骗笑的，骗人唔捌看到做官的哦。哼。亲像这种人吼，都要好好甲教示一下，啊，若无吼，就是咱这百姓好欺负嘞。嘘，啥啦嘘？是啊，你拄则无听因讲，讲后壁伫咱店的四周围埋伏嘞，到时我看咱整个店吼，生意嘛免做啊，好乖店啊啦。咱总部头吼是南山啊官尔嘞，咱绝对吼来去找一个比较大的官吼，甲压落底。是啊，嘿，是啊。借问一下吼，比佫较大即马加了孙两个啦，一个是孙母啦，啊一个是总兵大人啦。啊，借问你敢捌伊？我是唔捌伊啦，遐唔过吼，我这个朋友，甲伊捌甲是有村咯。启禀大人，大人的小妹求见。喂，小妹。
我哪会叫人当作一个小妹呢？阿兄，阿兄，足久无看呀，莫怪你甲我放袂记啊吼。是。厝老同事来到你一位大美人，我哪不知影？哎呦，大人啊，名女叫做张飞凤啦，伫个崁顶吼开一间半路店啊。因为最近受委屈，希望大人你替我做主，唔只嫁做是恁小妹。大人你有大量啦吼，唔通跟我计较嘿。起来，起来。多谢大人。飞凤。嘿。哦，原来你就是客店的头家娘。嗯。家良甲我讲过，伊生得就水，伊手大，搁较厉害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咯。嗯。哎呦，大人啊，你唔甘嫌呐、啊？哎，卡叔吼，我若真是遐厉害吼，嘛袂让大人你的手下逼到安尼走投无路。哦，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了了百姓安民？就是你的新北爱将啊，台湾总捕头，又果是天捕。大人啊，我真实哦是开一间唔正店啊，卖包啊咧倒三顿，人阮做生意哦拢规规矩矩呢。大人，你若是放我一条生路吼，我逐工哦拢会做包啊，互你食哈。免，我无爱食包啊。哈。哎，有些足拍算的呢，大人啊，你若无食我做的包哦，你着足无福气的哦。哎，因为阮店的包啊吼，甲别间店绝对无同款。除了成本、材料以外，阮做的过程、甲食的方式哦，拢非常的特别。高高在上的大人，你若食落去哦，保证你嘴齿拢黄去。大人啊，食阮店的包啊吼，是爱有规矩的，你敢知？阮这个包啊。一都爱提来甜，二都爱提来偏，啊第三呢，吃拢总该八号开，金丝丝是一大堆。你讲的无唔对啊，果然是真本真料。安尼，唔知有下代人你的口味无吼？哈哈哈！真哈！弟哥，嗯，你爱我做啥？我来干劳动代理呐，只是希望代理你替阮客店写几个啊字。写字？嗯。你爱我写什么字？嗯。代理呐，阿要忘记的，不如忘记的。爱我豆饼一点啊？搁较豆饼的哦。无，较食饼，较食饼的。哎呦，姐啊，啊这条我搁一支尔，啊到底是要食饼还是豆饼啦？你讲我较紧的啦。我意思讲你调歪去啊，搁调一个就好啊。哦。哦，你好，好，你好，好。安尼会使吼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永保平安，赞赞赞，姐啊。啊，咱店哦，有一包总兵大人哦，提这支哦，保证妥当。要唔过，这豆饼敢欠点物件呢？你放心啦，我早就传好啊，有一包。啊，一包。客似人来。客似人来。嗯。哈，千秋龙子，是啊。你真正知影陈秋龙主秘在倒位哦？我若知影伊伫倒，我就幸福啊！你唔免管遐济啊！
规定吼，咱正手边吼有总兵大人写的迄百字，后摆官府来的人吼，都要敬咱三分。倒手边的有千秋龙子写的这百，后摆江湖道上来的人嘛爱敬咱三分。咱这间店用的算讲是乌白两道，拢爱看咱的面子。尊爷啊，好，开门做生意。啊，好啊。啊！哎呦，总部头在您呐，啊，今仔哪有闲啊？你是要来抓人，也是要来吃包啊？